觉得 H 比 S 还是强点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也是假。我四年没回去，晶晶你几年没回去了？3年。他三年没回去。出来了，呼吸了马来西亚的空气。我现在等我哥来接我，太热了。从京都的上海到现在35度，好热。心情是不是也一样热？热啊！压起来啊！紧张啊！现在从机场回去我家的路上，我妈是不知道我回来的，和我哥还有我妹一起骗了她，说我这次过年回不去了，要给她一个惊喜。然后我妈前几天还说她有预感我会回去，我妹整个人都吓死了，她说哎，她居然知道了。我已经4年没回马来西亚过年了，对我回来的时候也有一点陌生，有点紧张。我不知道我妈跟我爸看到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。2个小时的车到机场，然后5个小时的飞机到马来西亚，然后现在坐了4个小时的车，快要到我家。我不知道我妈会不会哭，或者是哎，哦，你回来了。哦，要到了，要到了。4年没有见到自己妈妈。我懂，你跟我讲过这个故事啊。你知道吗？我跟他讲，我有一感，他们叫我煲莲藕汤，应该是阿杰回来了。然后我想，好像又是我。那你们是猜到今天我会回来？对啊，希望有这个惊喜。但是我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。所以他今天已经在等了。哇，果然是骗不了自己的妈妈嘛。那我想怎么样？阿妹没有可能的，你知道吧？他就从来没有叫你煲汤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早早就跟他讲，第二天你们在煮，可是他又很想吃，我就这样。我们只是在猜一下。成功。